这单生意我跟你说肯定亏吧。哎，师傅，你轻点，这里面是玻璃杯。哦，我知道，你快说了。哎，你说你一租房的弄什么能有的没的干什么？哎，你这个箱子比双好的要大，这我得加钱啊。这个箱子太大了，你看看你自己看。那加钱你就装得下呀？哎呦，那没办法啊，姑娘，你看看你这一堆东西，不往里硬塞，你这一趟真走不了。真的？那你要加多少呀？ 哎，那加，你加100块钱，真的，真得100块钱，你这东西太多了。行行行，那你赶紧装吧。哎，要我说，小姑娘，我们这搬家的就怕碰到你们这种。你看看你这零七八碎的这一堆，太多了。要换成个小伙子，总共也没几包东西。我跟你说真的，你们当时这买的时候就没想过这东西能不能带得走啊？闭眼的时候都带不走。哎，我这嘴真是厉害。 哎，你这花还要吧？啊！哎，要不要？这花太高了，您应该也装不下了吧？不要了是吧？你不要我就拿走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，这个花，麻烦。师傅，你不是说装不下了吗？哎呀，你快走吧，你再不走，这个点堵车，这个点可堵了。你坐，真厉害。 哎，空调又不好使，回去还得修一下。哎，小姑娘在这住多久了？4年。哎呦，这次干嘛搬这么远啊？嗨，哎，你看啊，这就是上海，从内环到外环，完全代表不同的生活。 你看我现在这天天拉着拉车的啊，翻上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，凡是从里往外拉，哎呀，那个个高兴的欢天喜意。凡是从里往外拉，哎，这个表情跟你现在差不多。哎，为什么？这城市就这样，你出去容易，想再回来难了。你看我拉了这么多外地人啊，到最后都是这么一步步挪回老家，真的。你看咱们现在，我导航上堵的这条路，只有红色跟江红色，你知道这啥意思吗？路那头的时候。 你通往幸福的路上，也比别人费时费油。师傅，啊，你好好开车行吗？行啊，好好开。妮妮，你看妈妈挑的这些木地板有没有你喜欢的？先把材料定好。你那个家到底搬了没有啊？反正要回家的，换什么房啊？